小苏打。你家小苏打长这样，它叫做盐。OK， 看一下盐。美味盐，健康美味盐。健康美味盐就是盐，我们知道它是盐就可以了。然后嘞，就是把盐撒在里面，然后再把铁钉跟那个铜片放进去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只要个杯子，然后呢就是，啊，然后烟吧，然后再加水，小苏打水，纯水，小苏打水，没有啊，我这现在是给水啊，没关系，加水就好。告诉我，请问这叫什么东东？盐水，有学问，我喜欢。你觉得它可不可以？可以。真的还假的？不一定。好来，不一定，我喜欢这个答案。我喜欢，试试看才知道答案。来，到底有还是没有？老，你放低一点。我放低一点。那这样，我到这里，好吧？好，不要。啊，这样。啊，你们。低一点呢？没有用。是没有吗？不是有。没有试过。你看看。黄花蜜啊，好来，还有，这两只不能放在一起，水太少了，有没有呢？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刚才有啊，水加，有，刚才，唱歌的，有，原来这两只金属哈，它们的电位不一样，只要你给它合适的环境，它们就可以产生电流。不一定要靠水果，只要环境合适。你比如说像盐水、糖水可以吗？搞不好可以。有学问。小苏打粉水也可以。搞不好可以哦。搞不好可以啊，对啊。